第几年来啊？其实我们是头一年啦，而且想说大家辛苦来试看看，哎呀、啊，往后我们还会陆续，就是其实我们都有默默的跟着一些慈善团体都有在做这些活动这样子，哎呀、啊啊，今年怎么会有这个感动啊？其实今年就是一个还愿啦。怎么说啊？因为就是有两个小鬼啊，两个小鬼啊，去年生的啊，是怎么求啊？啊，其实就是求妈祖婆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想说要来个 baby 啦，知道这个妈祖婆就试了一个双胞胎给我们，对、啊，两个小鬼这样子，哎呀，是试管吗？啊，没有，就是其实就是自然的，这么厉害 啊, 啊你，所以他说妈祖婆就是其实有求有必应这样子，哎呀、啊，而且说哎两个小鬼，你看现在都是很可爱，对、啊，我的问题是说啊，他之前等了多久啊？之前就是等有一段时间很久，几年呐、啊？应该有3年以上哦，等了3年没有肚皮没有动静，然后拜了妈祖以后有求到就对了，哇！哎呀，刚好就是妈祖婆要帮忙。大伯也有，大伯结婚了吗？对，结婚了也有，对，也是去年，也是去年生的。没有，就是今年。哦，你是今年在肚子里面啊？肚子里面现在是也有是求白沙土妈祖，啊，我跟他伯伯会，他说他会帮忙，哦好。啊，现在是怀几个月？现在就两个多月。哎、哦欸，对，啊，其实也一方面也感谢妈祖婆的帮忙。对，然后想说我们也是说有机会也是都我们都会回去，明年就是还会再来。准备多少水果来、啊？这次准备了快300份的水果，对啊，想说会到这些香灯角。是啊，就番茄加这个是那个梨枣子對對對。对啊，因为想说就基于让大家就香灯角他们外出啊方便啊，所以我们都帮他做就是干净整就清洁清洁啊，让他好拿又好装这样子。对啊，啊让大家就是说一个出门就是一个方便这样子。哎呀、啊，啊第几年来啊？我们是头一年啦，而且想说大家辛苦来试看看，哎呀、啊，往后我们还会陆续，就是其实我们都有默默的跟着一些慈善团体都有在做这些活动这样子，哎呀、啊啊，今年怎么会有这个感动啊？其实今年就是一个还愿啦。怎么说啊？因为就是有两个小鬼啊，两个小鬼啊，去年生的啊，是怎么求啊？啊，其实就是求妈祖婆啊，就是说，其实我们是想说要来个 baby 啦，知道这个妈祖婆就试了一个双胞胎给我们，对、啊，两个小鬼这样子，哎、啊、呀、啊，是试管吗？啊，没有，就是其实就是自然的，这么厉害 啊, 啊你，所以他说妈祖婆就是其实有求有必应这样子，哎、啊、呀，而、啊、且、就是、说哎两个小鬼，你看现在都是很可爱，对、啊，我的问题是说啊，他之前等了多久啊？之前就是等有一段时间很久，几年呐、啊？应该有3年以上哦，等了3年没有肚皮没有动静，然后拜了妈祖以后有求到就对了，哇！哎呀，刚好就是妈祖婆要帮忙，啊，所以我们是知道这今年的香灯角人数很多，但就是出一点心力，但大家说，哎、欸，在路上都是大家都是很热情这样子，哎呀，难怪我想说去年没有看到你，怎么今年会有这个彰化木瓜牛奶大王来呀、啊？对啊，哎、欸，你们这间很好喝哎、欸，谢谢，没有啊，就是在彰化市就是一个。来，这新鲜水果，哎呀、啊，就是在我们是属于就是传统的老店这样子，哎呀、啊，还、嗯、有、啊、说欢迎有机会来彰化的话，就可以来去找我们这样子。啊，你们有双胞胎基因哦？啊、不知道，就是蹦出来。对啊，刚好妈祖婆大大的推了这一把，是儿子、啊、两个都儿子还是女儿？龙凤胎哦，还龙凤胎。哇，那真的是啊，明年要不要再来、啊？有，今年再来两个哦。啊，今年再来两个，大伯也有，大伯结婚了吗？对，结婚了也有，对，也是去年，也是去年生的。没有，就是今年。哦，你是今年在肚子里面啊？肚子里面现在是也有是求白沙土妈祖、嗯，啊，我跟他伯伯会，他说他会帮忙，哦好。啊，现在是怀几个月？现在就两个多月。哦，欸、对。啊，其实也一方面也感谢妈祖婆的帮忙，对，然后想说我们也是说有机会也是都我们都会回去，明年就是还会再来。日本人，你好，你好，会讲中文吗？会一点点。从日本哪里来？东京。东京怎么会想要来参加？白沙土妈祖，呀呀。你们是一起来的吗？去日本玩，因为我们曾经去走过四国，跟他一起走四国，然后是大学生，他对那个片路很有兴趣。哦，台湾的白沙土，然后他就来了，就对了，所以他说他很想来体验台湾的这个片路，片路的这个文化，就是用徒步的概念，对，徒步去行脚。是，那你
你从哪？你们从哪一段开始走？我们从白沙屯开始，一直走到现在。对，啊，都没睡。有昨天有睡，昨天那个休息有休息。啊，那目前感觉如何？换一换。从日本东京特别来。How old are you? I'm fine. How old? Sorry. 21. Yes. Actually,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come to Taiwan. Yes, this is first time. How do you feel? How the 地方? Everything is okay? So tired, but I'm fine. So, do you prepare anything? Just like shoes or shoes and sleeping bag and tent.帐篷，所以你们是住在路边，就路边睡，找地方睡，好酷哦。那你们预计走多久啊？他要走到全程，走全程，希望啦，他希望走全程，真的，对。啊，那你们呢？我们也尽量。反正你们只是送他来，然后走一走的，然后最后要回去的时候，那你们怎么对话？Google 翻译。那你是日本哪里的大学生？Where is your college? Toyo College, so Dongyang 大学。东洋大学，在东京的东洋大学。First time join this culture? Yes, I study Chinese and Taiwan culture. So I want to go to Taiwan, so yes.Yes. 那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这种行脚类的活动吗？对，他第一次来出国，然后就来参加这个。第一次出国。You first time travel outside country. Yes. Outside country, yes. Your family know you come here? Yes, family know. Yes. Are they worried about you just a long time here? Yes. My mother, especially. So, you want go finish this? Yes. Nine day. Yes. だから26 I come back Japan.